上面好像账会比较多。哇塞，是不是？你们两个确定不是那种爱情什么理论师之类的？婚戒跟其他戒指不一样，婚戒的话你一辈子只有一次。你觉得我们会很开心吗？里面的那个字会，我觉得你们打开看到，应该两个人都会流眼泪，会抱着一起哭。你还会哭吗？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备婚日记，之前有拍了很多。那备婚日记呢，其实我们就会记录一些我们从零开始的结婚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之前呢我拍了很多，例如说有挑婚纱，然后还有一些婚前见证之类的。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我们要去挑婚戒。我们现在人在台中的中友百货里面，那我们等一下呢会选一家，其实我在网上已经有先查好，因为呢要符合这种阿宽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现货的戒指他其实都比较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看起来其实每个都长得一样，所以呢他想要定制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虽然我觉得他做出来的样子可能跟我们大众人这样子看下去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你会做这样子，应该也不会到那么严重吧。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会，因为以我对你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想说好啦，那就直接让阿宽自己去发挥，毕竟这个是很重要的，结婚的东西我想要自己喜欢。对，你喜欢的话你才会戴很久，对嘛。好啦，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先去二楼的 Promessa 走吧。我们下一个部分呢，要开始定制我们的婚戒了，哎，超级期待！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就想先看一下它有没有厉害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系列啊，它就是叫做 Dway， 制作过程的步骤呢，也是用一样一台平板就可以搞定了。那你们今天个人一台平板，哦、一人一台，对，所以你也有。那我们就按照上面的话，第一个呢，我们就是选择我们的版型的部分。像阿宽的话，我就会是拿男生的比较宽一点的版型。哦、你们等一下可以一边触摸，然后试戴体验它。其实一样的版型。它宽跟细，它戴起来差蛮多的，视觉上效果看起来也差蛮多的。我们家这一个系列，它特别的是，不管你选上面哪一种版型，它其实都会有一个叫做立体曲面贴合的设计，用意呢是要让你的戒指在佩戴的时候增加它戒指内侧的舒适度。所以你可以先选三个，你选一个你喜欢的。完蛋了，对，选择障碍，我选不出来。我已经选好了，我想要圆润的。你就确定要这个？那我要跟他一样是吗？要跟他一样的。所以你被规定正常吗？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家蛮鼓励客人在对戒定制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说你一定要选一模模一样一样。对，因为你想嘛，我们人的个性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那也可以套用到婚戒上面。你们可以取其中一个元素或两个元素是一样的。对，如果都一样的，我今天就不来了。你就选一选，然后我跟你选一样。你说就直接买现货就好了。对啊，这就是客制化才能用到的东西。那如果我想选跟你一样，可以吗？可以啊，好，也这样也是可以。因为是我喜欢的，哇，进不去。来，因为它这个的话，它都是陈列，所以说到时候会帮你套两戒围，你可以先试戴在小拇指上看一下感觉。对，那这样太粗了。我真的可以选2.5吗？可以啊，怎么那么特别？但因为每个人的手型不一样，所以说其实刚刚看你戴，我觉得你戴2.5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是不是？认真啊，因为不戴不知道，有没有？他屈服于淫威之下，不是，是真的好看，真的真的。我们是用外表在说话的。好的，好了，那你就圆的啦。那那你再让我选择障碍一下，好，没关系，可以，没问题。再等三四个小时。因为方正的话，上面好像钻会比较多。哦，很敷衍吗？原来是选钻石的方面。没错，如果是选圆的话，它就是特色不太一样啦。哦，但最后应该是选方的。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好，要选什么？再来。再来的话呢，就是来选择我们戒指的材质部分。18K 的白色黄金，然后黄色的跟玫瑰色。还有一个是铂金，铂金跟白色黄金有什么差？它差在它的金属的属性不一样。因为 K 金的话，它其实是调和金属，像18K 金的话呢，它里面是75%的黄金含量，剩下的25%它是其他的贵金属。它的目的是要改变黄金的颜色跟增加黄金的硬度。对，所以我是每一只都戴一下吗？可以啊，你也可以一只手戴。是我这样子，这样感觉不太准哎。
是吗？就是感觉你的手要出。没关系，你这只手借我，还另外一只手借我。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觉得哪一边比较好看，可以投票。对，左跟右选一个。究竟设计出来的会长怎样？我有点好奇。好，换你了，换你了。好，最后我选择应该就是18K 的白色黄金。我们到现在呢，两个都还没有一样，我们究竟哪里才会一样？到最后我们都没有一样，就是各自的戒指这样。对，我们自己买自己的。对啊。下一步的话呢，就会是我们的表面工艺处理的部分。是，对，它这个部分其实会影响到你最后看起来的视觉效果。哦。对，因为比如说，好，它这边有很特别，它有锤柱啊，然后跟竖纹，然后再来就是三种经典款的亮面。磨砂跟拉丝，那它的拉丝都是师傅纯手工下去做拉的，对， oh. 所以说细节感的部分非常的好。那你有想好了吗？想好了。你想要哪一个？我要磨砂。我就知道。厉害哦！我知道你的那个走向是哪里了。我自己在家里好像还蛮多像这种光深系列的。然后说，如果我不认识它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是到处都买得到的。我可能会想要上面有个特别的工艺，我才会知道说哦，这是哪里买的。嗯，而且我刚戴的时候，发现它里面内圈有弧度。哦，对，它是我们的立体曲面贴合设计，所以其实啊，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戒指的那一侧，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会刮手。就是你拔下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手好像被刮刮的。对对对对，那戴起来的话也不会有异物。好了，最后呢，我选择的是拉丝，因为它其实，感觉还是算有一点点亮，它在跟磨砂和这个光深两个之间的那种亮度的感觉，所以我选择它。接下来的话是我们重头戏的部分，就是对我们内圈镶嵌的诞生石的选择啦。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是每一个月份它会有一个代表的诞生宝石，比如说情侣两个人的生日是不一样的，那他们会互相选择像对方的生日，就是有点像是我时刻把对方放在我心上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期待着。你不要显得太早，因为我们是同月份。对，好像像你跟像我都是一样的样子。对啊，绿色好像不错，会不会很突兀啊？我们有些客人就是不管，就是选自己喜欢的。三坦石好像也不错。选好了，确定了，确定了。我选12月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听过啊。我刚才原本想说我要找出我的那个幸运色是什么，然后就要去选，但是呢，我发现它这里还有其他的意义。这一个十二月的话，它意义是慈爱，跟我的本能很像啊。好的，那我的话，我想要选择勇气。那你帮我点选下一个刻字的部分。刻字是可以刻中文，对不对？可以，这是我们家首创的，而且我们挑字款、啊。对，字款它有一般的这种电脑用字，然后新罗马跟朝鲜。我觉得我们要写个中文，因为感觉外面蛮少见是中文的。刚刚店员就是有跟我们推荐说可以选给彼此的一句话。好，你们可以先默默的先把平板先移到旁边，偷偷的给对方一句话，选完之后按确定这样子。因为我怕我选了你打开会，你不要啦，我想打开是这种看屁啊，像爸爸。不行，跟你说真的，是真的。不知道六月会写什么字。只想偷看。这是我们现在帮六一选的，然后我会选择刻字在里面。这很像你会讲的话，可以。跟你所有的那个字体，你有13个字，我把它全部用完。扣打全部用完，算精打细算，真的。这样让我好期待哦、喔！来，帮你看一下。还要帮忙打？可以。有比他厉害吗？有，你们两个真的是没有要赢，但是不要输。真的。就是没有赢的意思。给他看一下。是不是你们两个确定不是那种爱情什么理论师之类的？爱情理论师，对，我们好会写这个、喔，真的。好，那我们就上车。那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有我们家专属定制丝带的部分，那左右两边都可以刻25个字的内容，可以想一下说，想要给对方什么样的祝福。那颜色的部分的话，实体的话会在这边。颜色都很漂亮哎。对啊，很蛮大的。你要先选50个字，之后再选这个颜色。我也当他们打烊，我都还没走。就刻字化的，就怕就遇到你这种客人。真的。像这个话是我们的一个范例，那就是说它可以绑在缎带盒上，或者是说你们可以拿去应用在婚纱呀、婚礼小物，或者是拍婚纱的任何的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的订单已经完成了，就是从头到尾客制化都是我喜欢的样子。对啊，怎么你喜欢跟我喜欢真的完全不同哎？现在是做自己的戒指，然后里面还是会有对方的那个因素在，因为我们有帮对方留了一段话。那刚刚那个服务我们的小姐有跟我说一个，我觉得蛮动听的。婚戒跟其他戒指不一样，婚戒的话你一辈子只有一次，所以你
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然后再写一段话给对方，是一个蛮有意义的。很多人可能一生会有好几个戒指，但是你想买就买啊。对，但是你结婚的时候你只会用一个，很有仪式感的。我们都把我们要给对方的字都折起来。对啊，很贴心哦。所以我们现在是下面的字就是六一留给我的，但是我看不到。对，他帮我保存秘密。签下去就决定喽。白色黄金，然后我们是拉丝的。然后是选择方正的版型，宽度是选3.5mm，戒围是8号。那外侧的话呢是半圈的钻石，内侧的话是海蓝宝石。恭喜你，这一辈子的婚戒做好了。耶、yeah, ，期待我拿到的那一刻。616阿宽，百思过千万，很吉利耶，超级吉利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红绳仪式的部分，等一下会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只要预约，那就会送这一个证件套。然后下面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来有下定的成约礼，然后它是对杯，而且你看它两颜色不一样，它是粉红色的吗？对，它是粉红色的，而且它里面有一个爱心。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结婚书约。哇，好真是啊！就是我们家品牌色蜜桃金，而且你看它的我们纸的磅数用的非常厚，而且它烫金的纸。对耶。而且它里面是给2张哦。还有最后一样，要麻烦你们帮我点点手机。我们的话呢，现在就是过评论，帮我们在 Google Map 搜寻我们的 Promessa 台中中友百货店。对，然后留下5颗星评论，我们这边就会送你立体的口罩。是不是你那个？对，就是我脸上的这一个。对，接下来呢就是红绳仪式，其实我不知道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直接问是谁？来，刚刚有跟你们说这个红绳仪式嘛，等一下这个呢打开来，其实你们回家可以把这个剪断啊。对，或是把它拆下来，是。对，它里面其实有教学方法，这是我们自己准备好的。对，然后先教你们就是怎么样打我们的红绳仪式。手都要握好、哦、好，来，然后两个人就是像这样把戒指拉开来，拉开来。对，我们这样抽吗？对，抽开来。对，然后我们分别把戒指套到对方的手指头上。然后先套到他的。对对对，套到他的就是我们的。对，然后再套我是吗？月老的红绳。哦。对。那就有进来了，这太可爱了，很可爱，很好玩呢。那接下来的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同心结灯座。那我们这边的话，需要借两位的各一举手手哦。这边按钮同时按下去。好。好，来，那我这边要倒数哦，我这边倒数，3、2、1。哇，有没有？刚才我亮了一圈。你要按到完哦，按到完哦。1、2、3。哦，有了，对，它就会亮。刚刚是你在搞哎、欸，我刚刚按太快了。对啊，我想说怎么像电流一样。对啊，因为它这个特色就是它有两个人同时按下去，它才会有像这样子的电流。其中一个人慢一拍，或者只有单一个人按，它是不会有电流出现的。哦，对。那我们刚才很有默契。今天是8月31号，我们的戒指已经收到通知可以来拿了。没错，有点期待。我们等一下要在现场直接看吗？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些害羞的话，所以你就是先不要。我回家再看。你到底是写什么东西？来了。来，戒指都装好了。包得好漂亮哦、喔。谢谢。感谢你。还有美丽的蝴蝶结。对，它这个颜色，这是我们的品牌色，叫 Promessa 橘。感谢，谢谢，希望你们喜欢，超赞。你觉得我们会很开心吗？里面的那个字，会，我觉得你们打开看到，应该两个人都会流眼泪，会抱着一起哭。你还会哭吗？很期待，我期待你们开箱。我们现在呢，真的要来揭晓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好，我觉得被那个服务人员他们讲到，我很期待，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对啊，到底写了什么东西，让他们讲成这样。打开喽，1、2、3，哇！这就是我们两个的对戒，那你的是？我的好像是金色细的。然后我们要看上面到底写了什么东西。看得到里面的字吗？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我们要写拿放大镜吧。对，这要拿放大镜哎。爱你两个字，我一辈子。解释，我用一辈子解释。谢谢宝贝。就是爱你到我生命的最后一秒钟。对。上网查的、喔？不是啊，我想要对你说的话。爱你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啊！不要很感动，然后又就是觉得哇，这样子，好感动哦、喔，这样子。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只是在大家面前不敢。不行，不是啊，你这样子开跟我们在服务人员面前开不是一样的意思吗？不一样啊，你一样都这么尴尬、啊我在这已经算自在了，我在那里我会这样这样。其实
实我们两个说的意思好像差不多。一样啊，反正就是最后一秒钟跟一辈子一样。爱你啊，我也是。我们上次有一个，你为什么要逃避我？我没有逃避，我是说我们。我的粉丝，我爱你，宝贝，我要抱抱。我们已经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了。对，就是它的小惊喜，就是里面的那颗钻，然后就是后面都是字，然后我外面都是钻，对，那个是一颗小小的钻，然后里面也是有一颗这样子，反正这都是我们两个自己刻字化想要的样子，对，还蛮有意义的啦，因为你在外面真的蛮少见到这样子。可以刻中文，刻中文，英文应该去逢甲蛮多都可以刻的，但是中文因为它有那种笔画的问题，它要刻得很细，因为我们现在用肉眼看，大家看我看，反正就是完，如果没有很对焦的那种感觉是看不到的。那我们距离上次呢去订到，我们现在拿到，我们来跟大家统整一下，我们到底拿到了哪些东西好了。陆陆续续的啦。对，因为实在是东西有点多。有点多，蛮酷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嘛，就是我们刚开箱的戒指。这个就是同心结。其实我自己不太懂。对啊，同心结就是我们那时候有玩。可以按灯，对不对？哦，对，对，就是同心结，要一起按，然后连起来的那个，就是有一种仪式感的感觉。这个呢是属于皮套，这个皮套我超级喜欢的，它是有两个，我们里面就可以放一些悠悠卡、啊、等等。哦，是放卡片的、哦，很有质感，上面还有刻字哎，就是他们的周边啦。对，再来这个呢就是结婚婚约哦，这盒真的是超级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杯子啊，它这个杯子是属于。对杯，而且呢，它里面啊还有一个很小的小惊喜，你们看到？是粉红色的。对，一个粉红色，一个透明的，而且它里面都有一个爱心，双层玻璃的感觉。再来呢？然后这是打卡送的口罩。好多东西哦。对，我觉得真的超多的。好，那这集呢，就是我们到 Promesa 定制我们的婚戒的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可以去那种一般的专柜啊。就是去买一个什么漂亮的对戒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有自己的心意在里面，绝对不可能会有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男生应该真的很少啦，就是品味啦，对，说不定有跟我一样高的、啊，就是你的品味真的是有点前卫，毕竟金字塔顶。你刚才念完那些字，我觉得你那个反应我还是不太喜欢。澎湃在内心。我现在再给你表现一次。不是、啊，没办法了啦，爸爸嘛。你好，谢谢你。超敷衍了。拜拜。